将军，敌军来势汹汹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多少兵马？事后来报，不下一万。 多端，既然东西拿到手了，没必要跟他们再纠缠。撤退！传出令旨。
师妹放了，师兄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给我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还想动手啊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！区区这么大蚯蚓！ 丫头，躲起来啊！我对付大蚯蚓，快去！哼，大蚯蚓，我来陪你玩。 长大了比他还漂亮呢。啊，你好看，你好看。胆子不小，敢闯蒙古禁地，惊扰我的蚕。哈哈，姑娘，你确定这是蚕吗？少废话，你们跟狄族在一起，难道是狄族的走狗？你才是狄族的走狗呢，我们是谁？你管得着吗？是那个大蚯蚓先要吃我们的。哎呀，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。哎，姑娘。 在下刑部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张君宝。啊，刚才是我们两个人遇到敌人，追到这里来的，没成想被你的蚕吃了个精光。哈哈，擅闯蒙古禁地，本该惩罚你们，念及你们无心之过，你们走吧，下不为例。哎，姑娘，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。江湖浩瀚，萍水相逢，此生未必再相见，又何必值得？ 师兄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丑女人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反正你不能喜欢她，你得喜欢我。哎呦喂，又来！我告诉你，我一定，一定等你长大了以后再说。哎呀，不嘛！你现在就要答应我。哎呦，大蚯蚓来了！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等等我，师兄。
没姑娘干嘛呢？来，喝酒。君宝，你回来了啊？你师妹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你丫头机灵着呢。哎呀，君宝，多亏你呀，才能守住邺城。邺城一旦被破，大宋就真的危险了。过了啊。哎呀，我说的是实话嘛。你武艺超群，要是不成就一番大业，那就可惜了呀。不如留下来，我一起征战沙场。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咱俩呢是打小一块长大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德行。奔赴沙场，那不是我的归宿。你，外敌连年侵犯我大宋，你就不想保家卫国吗？嗯。保家卫国靠你这个大将军就可以了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呢是个小人物，我呀平常吃点小菜，喝点小酒，练个小弹，修个小仙。去了，走了。君宝，你别又拿修仙蒙我。等我当上掌门，修仙成功，回来第一个帮你渡劫。师兄。我的钱呢？你要什么钱啊？你这么小，钱我给你存着呢。玩这个。啊，又是风车。疯老头，臭小子，又来找我打架，今天没心情。哼，没喝上我的好酒吧？闻闻，这酒可好了，啊？嗯，十年的桃花酿。好酒啊！哟，疯老头，这又是什么招数？教教我。气走八脉，气化阴，前顶举邪，鬼语还身。这么快就得其精髓，是个奇才。但你无极派武功至阳至刚，我的招数至阴至邪。老头别蒙我了，人有正邪，武功还有正邪之分呢。阴阳两道，万法有律，有的人活在阳光普照下，有的人注定暗无天日。这武功不也是一个道理吗？哎，我呢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只信奉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不叫愁。师弟承认了，这又进城了，是耳鬓之外，非他莫属。带他去疗伤，若无人再挑战，那满风就是我无极派掌门候选人了。不是还有大师兄吗？大师兄吗？啊，师傅师傅，大师兄还没到呢。香都快燃尽了。对，按我无极派规矩，满风师兄就是掌门候选人。师傅，大师兄还没来，不能算。都别吵了。
大师兄，请吧。直接来吧。师弟，没摔疼吧？大师兄真棒！哎，哎哎，张俊宝，这可是魔教的武功，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哎，这不一定是魔教武功吧？这是有点像而已啊。嗯，不一定是魔教武功，只是有点像而已。哼，就算是你不说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你经常私入地牢会见奎天行那个魔头，还沾染如此阴邪的武功。长老胡说，师兄没练那个邪功。小丫头，你懂什么？师父，容我说一句，我觉得呢，这世上的武功啊，根本就不分什么正邪，只要是心正，那就是正派的武功。蒋俊宝，你还敢狡辩？亏得师父对你如此信任，还将天机玄铁匣的钥匙给了你。掌门，这个逆徒沾染了邪气，如果他真的把那个魔头给放出来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建议把钥匙收回，将这个逆徒逐出门派。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自有打算，君宝。师父，天地正邪，善恶明辨，去面壁参悟，想好了再回来，去吧。不是，又面壁啊？这一年都面壁八回了。长老，这掌门的事，回头再说吧。师兄，这。等我哪天当上掌门，那，嘿，哎，非把那洛山老头也关进地牢试试，嘿嘿，哎，哎，我钥匙呢？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出了什么事儿？请少主回来，自然是有正事。今天我为你介绍一位好帮手，他可以帮助我们光复神教。你们竟敢与敌族贼人为伍，是把教规都忘了吗？少主，你们教主关在无极派地牢，
被千机玄铁侠所术，没有这枚钥匙，谁也救不了他。我龙真人率领八大派镇守中原，始终是我们的一根心头刺啊。我们谈笔交易，你如果帮我们铲除无极派，这千机玄铁侠的钥匙就给你了。少主，神教一直被八大门派踩在脚下，我们只有联合敌族救出教主，才能光复神教啊。是啊，少主。你们是什么时候成了敌族的走狗？属下也是为了神教着想啊。是啊，少主，我们也是为了神教好啊。无用的棋子就丢了吧。不自量力。就这么让他逃走了？他破坏不了我们的计划，中了我的十毒掌，他活不过三日。放肆冤家，今后神教由您率领，定能重回巅峰。接下来我们即刻血洗无极派，迎回教主。钥匙怎么就没了呢？这师父知道了不得面壁500年啊。什么名门正派，什么邪教，练练丹，喝点酒，喝完酒之后都是正派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不好好找钥匙，还有思过又跑出来练丹。哎呀，练完丹再找，疯老头也跑不了。九转真元丹，咱们的赏银都在里面呢。我要不好好练的，咱们花了那么多钱，不是白花了吗？你不信的吗？嚯！哎，你看，终于练成了，拿到万宝阁，那些长老们肯定会买的，咱们就能赚一大笔钱。拿着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万宝阁卖给那些长老们呀。你呢，好好在这儿留守看着仙炉，多练点仙丹，以后啊，师兄再给你买个更大的。啊，又是风叔。没错，你又猜对了。江湖知己千杯少，谁人不知有诛仙。喂，大船员，你怎么偷我酒啊？你主人呢？快回来！哎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得了酒壶。哇，真是好酒啊！哎，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你那个大蚯蚓，他把我带到这儿来的。你怎么中毒了？尸毒？你走运了，这是我刚炼成的九转真元丹，可压制任何毒性，吃了吧。中毒这么深，惹的什么仇家？姑娘，凝气聚神。
什么人竟敢擅闯无忌派？应当判断之弊，生死无常，爱长寿。是魔教两人，别跟！让我来帮你们改改阳寿啊！妖言惑众，上！你们的教主，这里就交给我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我是说，你要陪我喝酒。好酒，来。酒可是好东西，能解千愁。怎么样，好喝吧？来，你第一次喝啊？你那么喜欢喝酒？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，垂杨紫陌，洛城东，总是当年携手处，游遍芳丛。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与谁共？想不到这世上还能有你这么逍遥的人。哎，人活一世，何不逍遥呢？这个世界纷纷扰扰，我也能独善其身。
可这江湖是张宿命网，没人可以逃脱。总有一日你会明白，世间苦便是众生苦，你又怎能独善其身？哎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月儿。月儿姑娘，请问何时我们再相约喝酒啊？但愿还能再见吧。你怎么来了，臭丫头？炼丹炉被我烧炸了。什么？哎呦喂！你看看你又干的好事儿。谁叫你走了？我也睡着了。嘿，不是你，你这……气脉震天钟。12年，也不来看看我。这12年也没能消除你的戾气。天道运行不息，因果循环不止，回头是岸，窥天行。我连岸在哪里都不知道，又怎么回头？
师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二师弟。二师兄。到底是谁干的？师兄。快走。师兄。师弟。小子，这些年没有你的酒，我怕是支撑不下来。你师父火龙真人不愧是武林第一呀，还能与我不相上下。还你钥匙。师兄，钥匙怎么在他们那儿？快去看看你师父吧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个风车送给你吧。还记得这首曲子？爹，12年，好像过了一辈子。女儿不孝，这么多年让爹受苦了。看来通天龙蚕将你保护得很好，爹也就放心了。跟爹回神教吧。神教已经背叛我们了，狄祖想借您之手铲除武林，入侵大宋。只要能报仇，我不在乎。我们幽冥神教一直被认为是江湖中的异类，
12年前，我被八大门派围剿，你娘为了救我，死在了他们的刀下。10几年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，想放下，谈何容易啊！等一切都了结了，爹一定会带你离开的。爹，恭迎教主。都起来吧，这12年辛苦你们了。教主，只要能光复神教，属下万死不辞。擅作主张与敌族合作，差点害死我女儿，这笔账再找你们算。教主，我们也是用心良苦。如今无极派已灭，其余各派必会联合起来将你铲除。我听说人是从你手里逃出来的，一群鼠辈。我们正好借此机会血洗八大派，剿灭中原武力。我的恩怨我自己了，轮不到你下命令。哼，若是没有王子的相助，你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。人老要会服输，这个江湖已经不属于你了。大人，邺城一旦沦陷，敌人会长驱直入，10万火击啊！大人，恳请大人再次回到朝廷禀告战绩，求援军支持。长江水患，西南干旱，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，皇上彻夜难眠，你还想给他添堵吗？3日后撤军吧。大人，可城内的百姓怎么办？魏将军，想成大事者必先舍小家顾大局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这城就弃了吧。君宝，你来的正好。来，今晚咱俩不醉不归。来，今晚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喝他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联系八大门派，然后共同铲灭魔教。我特意向你来辞行。君宝，听说魔教已经与敌族勾结，即使你联合八大派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如你我兄弟联手组织义军，先退敌兵再出魔教，届时我们定能成就一番大业呀。那我师父呢？那我师弟呢？那整个无极派的
君宝，你别再说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家乡河边的桃花树，立春的时候，什么地方啊？这里就是八大掌门议事的地方，叫卧龙崖。君宝哥，君宝哥，小四，胖小四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无极派不是颁发了召集令吗？我们墨家老掌门过世不久，又经营不善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掌门，我过来代理开会啊。君宝哥，节哀顺变啊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很有派头啊，开个会爬这么高。各位掌门，无极派大弟子张君宝特来拜见，今日邀请众掌门是为了商讨剿灭魔教一事。师兄，他们怎么都不说话？师兄，你别进。这些老匹夫怕是回答不了你了。小子，你又帮了我一回，把他们都聚在这儿，省得我到处找。12年的恩怨已经了结了，从此江湖再与我无关。小子，我又想喝你的酒了。娘，我要你的命来祭奠我的师父。这跟你玩玩。上次那招学得不错，回头再教你几招。师兄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小心啊！
恩怨轮回，我们各报各的仇，无分对错，何来正邪？放你的狗屁！后生可畏呀，小子有进步啊！小四，小四，爹。什么滋味了吧？早晚有一天，我这条老命会给你的。快走！回天香，利用你解决八大门派果然没错。但是不听话的狗始终是祸害，王子不肯留你啊。又是月儿，你先走，我来对付他。我倒要看看你的七煞诀和我的古尸不死诀到底哪个更强。你过来，爹，武功甚高，臭小子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争的机会，我们兄弟联手，一起去改变这个天下。你错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下辈子再做兄弟。我不听到。
后你醒醒，师妹。师兄，好了，我想回家。我带你回家，我带你回家。哎，站！师妹。师兄，我会死吗？你不会死，你就喜欢不了我了。会喜欢你的，师兄答应你，会喜欢你的，好不好？你骗人，你喜欢的是姐姐。以后不能陪你玩风车了。丫头，注定暗无天日。
世间苦，便是众生苦。你又怎能独善其身？你现在还有生的机会，我们兄弟联手，一起去改变这个天下。善恶一念间，生死求境界。君宝，你悟到了吗？气走八脉，御气化阴，乾鼎聚邪，威还神。水火相会，阴阳互济，原来如此。只有保持正性，是天地所长，才能顿悟出真正的无极之道。江湖到底是什么？为何像扯不断的丝线，越缠越紧，越陷越深？残儿，你以后不用跟着我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自由了。
催木之术记在朽心，有你出谋划策，才能剿灭八大门派，为我扫清障碍。明日便可挥兵南下，直取中原。到时候你就是我麾下第一员大将。承蒙浩安，只可惜任人鱼肉不如我为刀俎。你这颗用完的棋子该弃了。丧家之犬还想咬人，杀了他。双锋剑可不能乱用，会伤到自己。做不安稳了吧？除了他们还有千户长、八大敌族高手，你身边的人都成了我练尸毒的骨影。现在就你一个人坐在这里，很不安稳吧？别激动，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们。不是禀报，王子战死邺城，可汗必派援军助我完成大业。看你们自相残杀，真是天道轮回。又来一个送死的。我来了解这一切的恩怨。等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但你的功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。张君宝，月儿姑娘，江湖浩瀚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魏林川，迷途知返，回头是岸，收手吧。君宝，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没想到你还没死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乃天道。天道？你说的是天道吗？我奉命抵抗外敌，向神们奔赴沙场，没想到那些贪官污吏克扣军饷。我和兄弟们在边关挨饿受冻的时候，天道在哪里？外敌兵临城下，那些奸臣蛮信不报，援军迟迟未到，天道在哪里？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事，此乃自然定数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能够主宰。那就让我主宰这个天下。你对付魏凌川，其他人交给我。光靠下毒能拯救得了世人，别自欺欺人了。
手了。怎么赢我？最难放下的是得失，收手吧。你说的话真让人感动啊。现在血脉已经逆行，收手吧，要不然你会暴毙。我还没输。把你体内的毒都逼了出来，如果你再运功，将会经脉尽断而亡。我还不能死，我还没有改变这个天下。
每到这个季节，家乡的桃花该开了。再做兄弟，但愿那时再无尸横遍野，但愿那时天下太平，桃花遍地。接下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忘记过去，随遇而安。你呢？我打算去一个没有江湖恩怨的地方。有吗？我走了。叫张君宝，啊？那叫你什么呀？叫我三丰吧。三丰。三座山峰，张三丰，嘿，真有意思。那我姓唐。我的门派就应该叫做唐门。嘿嘿。哎，师傅，不，三丰哥，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Thank you.
杀了你又有何用呢？只会增加彼此的仇恨。仁乃天下之标，义乃天下之治。如果想要长治久安，必先要和谐相处。你走吧。